无尘无中三顿思想又变成熟，那么注定真美只孤独，那我用音乐陈述我走过的每一条路。在视讯镜头前唱歌给网络粉丝听，网友可以立即留言，歌手还可以马上跟你及时互动。我现在等于就两个荧幕在看我，后面一个，前面一个，前面是给你们看的，后面是给我们台湾的新闻看的，懂吗？一张桌子，一个视讯镜头，透过网络，有人说学逗唱，有人卖萌，就能赚钱。谢谢你，雷蒙哥哥，么么哒，感谢你的礼物，谢谢。收入来自于线上即时互动，粉丝送的虚拟礼物换现金。视讯画面中跑不停的就是粉丝送的礼物，每一个图案代表的金额不同，最少的0.1元人民币，最贵的19.9元人民币。一天只要上线2到3小时，平均每个月就有3万到5万元的收入。有的人气网络主播甚至月入18万，一上线粉丝冲破万人，称为大主播。他是唱歌跳舞的平台，然后就是跟就是我比较活泼，然后比较喜欢跟那种就是人家互动，一个月大概6万7万那边平均，然后最高的话是11万。收入的部分是完全透过他们的粉丝，那他们的粉丝就直接打赏给他们。这样的实况直播互动模式源自于韩国，大陆发扬光大。台湾的直播平台主要培养对岸大陆一票铁粉，有人专程从天津、从厦门飞来看偶像面对面互动。他们付出的东西是有需要去得到这些回报的。网络直播平台进入台湾迈入第2年，业者说整个平台的年收入上千万人民币，粉丝人数和业绩一年翻涨50倍，还在持续增加，宅经济发烧中。东森新闻高志宏台中报道。